好，今日咧我哋嘅講題咧就係一把青啦，啊 ，OK， 咁啊睇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唔知你會有啲乜嘢嘅感想啊嚇？咁咧其實咧呢今日嘅題目啦，或者係內容咧，其實係延續翻呢1月1日咧嗰篇信息。咧嗰篇信息咧算係上集，呢一篇信息咧係下集。咁啊嗰篇信息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嗰、那個題目咧係生生不息，記得嗎？記得啊，有人記得啊 ？OK， 有三個 point 嘅，其中咧有三個 point 嘅就係 full， 係咪？仲有啦 ，will， 仲有啦 ，feel， 記唔記得 ？full 係乜嘢啊？係善用時間 ，full use of time，OK，、okay? 善用時間。跟住啦 ，will 係咩啊？記唔記得？有冇人記得 ？Will，the will of 呢個 God， 冇錯啦 ，OK。上帝的心意，即是说我们要行神的心意。还有就是 feel 是代表什么，记不记得 feel with the Holy Spirit， OK， 圣灵充满了， OK， 喂，给我回我， OK， 不要紧，不记得的回去看回那些录影， OK， 那天就是我们讲到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怎样呢，究竟呢有什麼的提議啊，大家呢去定啊自己的新的一年啊的目標的啊。咁呢今日呢就是下集啦、啊、一把秤亦都是呢去建議呢一啲呢弟兄姊妹呢可以呢繼續啦，就是話啦點樣呢喺新的一年裏面呢去合神的心意的生命啊，自己呢定下一啲呢人生的目標啦，尤其是新一個年的目標㗎啦。咁呢就新的一年通常立志就是一個新的開始、啊、一把秤是什麼呢？一把秤都是上帝的，其實是有關於上帝的屬性的。什麼叫屬性、啊、大家知不知道上帝的屬性是怎樣的？屬性即是換句話說是什麼來的，即是好像人一個人的性格、啊、OK， 上帝都有他自己的性格的，類似、啊、屬性的、啊、OK，他的性格剛才、啊、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說是什麼、啊、公義的，還有呢慈愛的、啊、但 是上帝不只是慈愛的，但我們很多時候忽略了上帝是公義的。什麼叫公義、啊、想罰分明，上帝是想罰分明的神來的，不要以為呢神只有想但是沒有罰的，这个呢是匪夷所思的。如果我以为我们的上帝的属性呢只有给慈爱但是不公义的话呢，这个是完全是错的、okay? 所以这个呢是其中一些 的理念、啊、如果我们问自己究竟我们行事为人有多少可以被神奖赏的，哎呀一想的时候真的惨了，真的滴晒汗了，没什么、啊，但是有多少是可以被神罰的，日日好滴汗更加大滴添，是吧 ？OK， 好多嘢都可以被神罰的，一個想罰分明。今天呢我們就用兩方面來去認識這一把秤、啊、上帝那把秤是怎樣的。我們先看從撒母耳記上2:1-7不是很長的，是一個禱告也是一個讚美嚟噶 ，OK， 即係一個頌讚嚟噶嚇，一個即係首詩歌嚟噶 ，OK。我請我哋嘅 Teresa 啦，幫手讀唔該。哈拿禱告說：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腳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只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容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7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贫穷也使人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在天上嘅父，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主啊，你嘅圣灵与我哋同在，让我哋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去听神你自己嘅话语嘅时候，不论听嘅、讲嘅，都能够明白神你自己嘅心意，亦都能够行出主你自己嘅真理同埋心意。主听我哋祷告，第二日时间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尊名而求。阿门。好啦。今日咧，呢段經文啦嚇，一睇咗之後咧，你嘅印象可能真係就係咧，係一個平衡嘅係嘛嘅語句嚟噶。OK， 即係有好又有壞，有壞又有唔好。OK， 有喜又有悲。OK， 嗱，你睇到咧就係啦。今日咧，我哋會分兩點嚟去講嘅就係啦。第一點咧就係行惡嘅被神稱 ，be weighed。OK， 另外咧第二點咧就係虔誠嘅被高舉啊 ，be raised。OK。咁啊喺呢段經文裏邊啦，讓我哋一齊去睇下啦。先睇下第一同埋第二第一點先啦。行惡嘅被神稱啊 ，be weighed。OK， 好啦，呢個咧就係啦，我哋睇到咧就係啦，呢個經文咧就係有關於咧差唔多咧離開依家啊3000年前嘅一個事嚟噶，一件事嚟噶，就係公元前啦，大概咧1100年啦嚇，以色列人咧最後嘅一位士師啊，最後一位士師係邊位啊？以色列人，唔知啊？參孫，參孫喺士師記裏邊冇錯，但係啦，真正嘅最後一位嘅士師係撒母耳。OK， 哈拿啦，頭先我哋讀到啦，哈拿係邊位嚟㗎？係撒母耳嘅邊位啊？媽媽，冇錯啦 ，Daisy 講得啱啦，係撒母耳嘅媽媽。嗱，我哋要熟啊，嘅聖經喎，係咪啊？舊約聖經我哋要熟喎。OK， 好多時候我哋唔熟嘅嚇舊約嘅聖經啊，我哋要瞭解多啲啊，否則嘅話咧，我哋咧去明白神嘅話語係好弱嘅。所以有啲弟兄姊妹啊，成日用一啲咧嚇世俗嘅觀點啊，去睇教會，去睇下牧師做啲咩嘢，因為咩啊？唔熟聖經。嗱，我哋啊好多嘢啊，我哋咧都係咧要乜嘢啊？要根據聖經。點解要根據聖經啊？點解唔根據啊？係嘛？點解唔根據啊？理性所講噶。點解根據阿爸哥所講啊？點解啊？點解要根據聖經啊？上帝嘅話語啊嘛，但係啦，有幾多人睇啊上帝嘅話語啊？係咪？既然啦咁重要嘅，我哋咧要多啲去了解啊！嗱，依家咧就講緊啊一個咧嘅撒母耳嘅媽媽哈拿，因為哈拿啦呢個咧就係啦頭先我哋讀嘅就係啦。其實佢嗰首詩好長噶，不過咧我都截錄咗啦嚇。咁咧就係啦，係一首頌讚詩嚟嘅，一首詩歌嚟嘅。哈拿咧就係啦，撒母耳啦，就係咧就係神啦賜俾佢啊嚇一個咧就係咧一個兒子啊，就係撒母耳啊呢位兒子啊。之前有冇兒子啊？就冇啦，大家都知啦，係咪啊？咁咧而且咧嚇，佢先生咧就有兩個太太噶嘛，係嘛？佢個先，佢嘅佢一個太太咧，就好多仔女嘅。OK， 有仔女啦嚇 ，many，OK，children， 聖經裏邊咁講。但係啦，撒母耳嘅媽媽當時咧，仲未生到撒母耳嘅時候，哈拿咧就冇仔女啊。咁變咗點啊？就啲兒女殘片咁樣啊，係咪？一個大婆，一個嚇二婆咁樣係咪？會點啊？一個有冇錯啦，冇地位啊。有仔女嗰個成日講啲咩嘢啊？嚟哀佢啊！哇！好多反應快啫 ，OK。嗌佢啊，係咪？搞到個個麥都跌埋啊，係咪？嗌到佢嚇啊！嗱、啊，你睇到啊嚇，當時咧就係咁啦。你話啦，你話啦，哈拿個心係點啊？嗌住啦，而且啦，佢要做啲咩啊？祈禱耶和華，求耶和華俾佢兒女啊！有兒女咁點啊？就有在古代的時候現在沒有兒女不要緊的、啊、是我們現在這個世代沒有兒女都沒問題的是不是全世界都這麼多人這糧食都未必夠是吧都沒什麼所謂但是當年來說是很需要兒女的一呢就是傳宗接代第二就是什麼幫手耕田賺食所以沒有兒女的就被人看低的了、啊那個年代啦，我講緊係3000年前啦，差唔多。OK， 咁當時咧，哈拿咧就祈禱啦。佢祈禱乜嘢啊？呢度啦，講到啦，哈拿禱告話啦：我嘅心因耶和華快樂，我嘅國因耶和華高舉，我哋口向仇敵張開。邊個係啲仇敵啊？邊個係仇敵啊？
啊？笑佢嗰個咯，咪佢嗰個係咪啊？另外嗰、那個嚇，即係佢老公嗰個另外一個老婆咯，係咪？而家我因耶和華嘅救恩歡欣，誒、欸，即係話啦，呢、這、一個詩歌咧係撒母耳出咗世未啊？出咗世未啊？出咗世啦，未出世點歡欣啊？啊，如果你睇翻咧撒母耳記嘅話咧，第一章嘅話咧，佢係喊苦喊屈添啊！成日啦，愁眉苦面啦，喺個老公面前，個老公已經好就佢噶啦，但係咧佢都好愁眉苦面啦。點解啊？成日俾人嗌啊嘛，大家住埋一個地方喎，係咪？住埋一齊喎。OK， 但係啦，呢度啦，佢講啦，可因耶和華快樂，點解啊？因為耶和華聽佢禱告，俾咗個仔佢，而且呢個仔將來係成為乜嘢啊？士師。當時撒母耳的身份是什麼呢？之後說一下就是跟一個皇帝沒什麼分別，因為他身可以說他是以軍政教大權於一身的一個領袖、OK? 連皇帝都是他高的嘛，記不記得？是不是誰第一個皇帝比撒母耳高的？掃羅 啊他是一個呢非常有影響力的一位啊、可以說神的仆人、啊啊 在皇帝即是在君王時期之前、啊、他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皇帝做得不好的都被他罵的，不要以為皇帝很巴閉的掃羅，是不是皇帝做得不好被他罵的，跟著他了，因為、啊、這個掃羅做得不好了，是不是、okay? 跟著掃羅走，不是撒母耳走去高邊的，冇錯啦，咁當然啦，係從神啦，係咪？即係啟示啦，帶領佢去高呢兩位君王啦嚇、啊，即係咧以色列嘅第一位君王就係掃羅，第二位咧就係大衛。OK， 執軍政教大權於一身啊，軍就係軍事啦，係咪？政就係咩啊？行政上面嘅嘢，佢認為邊個做皇帝？唔係佢認為啦，即係神啦嚇、啊，透過佢啦，話邊個做皇帝就邊個做皇帝，係咪政治啊？呢啲軍政教咧？就係啦，喺信仰方面 ，OK， 大家都係嘛為他馬首是瞻嘅 ，OK 嗱，哈拿唔淨止生咗一個仔喎，仲係生咗一個將來嘅執軍政教大權於一身嘅以色列民最後一位士師。士師嘅英文係 judge，OK，、okay? 當然啦，佢嘅性質唔淨止係一個法官，即係話咧去判斷事情啊，而且係咧。剛才說了軍政教的事務呢都關他事的 OK， 那當然啦，那時候以色列民呢、不是好像我們現在所看的啦、啊、那個政治方面呢那樣系統啦 OK， 好啦，跟住第二節啦，只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啊 OK， 磐石就是 rock， 即是怎樣啊？磐石是怎樣啊？硬正啊，堅固的 ，OK， 堅固的盤石啦。好啦，跟住啦，第三節啦，咁講咯喎，人不一齊讀好嘛，一、二、三。人不說天王的話，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語，因耶和華是大有知識的神，人的行為比他衡量。OK， 嗱嗱，佢呢句咧説話有咩意思啊？有啲影射。影射咧就係佢個對頭啊嚇，就係咧佢老公啊嚇嘅另外一個太太啊，就係比尼娜，比尼娜。OK， 比尼娜啊有啊仔女頭先講啦嚇，佢老公咧就係以利加拿啦，但係哈拿冇。OK， 呢個咧就係啦，好多時候啦，我哋會睇到啊就係有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啦，呢個咧啊。這個哈拿你翳翻對方轉頭啊嚇，唱呢首詩歌係咪？人不要誇口説驕傲的話，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語啊！人嘅行為被他衡量啊！藍色字 ，be weighed，OK 係咪啊？我第一點嗰度啦 ，be weighed， 俾邊個衡量啊？呢、這個他係邊個？耶和華上帝，俾耶和華上帝衡量㗎、啊！你呢啲咧唔好咁啊，驕傲。驕傲啊，狂妄啊，咩意思啊？其實佢嘅含義啊，如果原文嘅咧 ，OK 就係、是、如果咧驕傲啊嗰、那個咧就係 Kovoa，OK，Kovoa 咧嘅意思係高大，好高大嗰啲人，或者自高啊，當然都係驕傲嘅含義啦、啊、嚇、啊。OK，
可以翻譯成為咧呢個，哇！喺以為自己好掂啊！啊，弟兄姊妹，好多人覺得自己好掂嘅喎，啊，唔識得謙卑喎。當然啦，你真係掂嘅，你有係咪？你有事實上面咧，你真係好多嘅，係咪？好多學位嘅，又或者咧，係咪做嘢好成功嘅？你掂嘅，話俾人聽去分享神嘅咩啊恩典嘅，哦，呢啲就唔係驕傲啊，呢啲係重讚神，係咪？但係你攞嚟咧去咩啊榮耀自己啊？呢、這個就係驕傲自高自大嘅。仲有啊，係咪？另外一個字啦，頭先講啦，就係狂妄啊。讀音係咩啊 ？Offer，OK， 係咩意思啊？驕張、魯莽啊、傲慢啊 ，OK， 多唔多呢啲人啊？周街都有，周街都有啊，係咪？係、哎、啊。啊！大學生啊，大學生啊，遇到唔少啦，已經係嘛？大學生囂張嘅人啊，囂張嘅人會點樣啊？會傷害咗人同志。囂張係咪啊？會唔會啊？啊，大學生 ，Timmy，OK， 係啊，傷害人都唔知啊！啊，有時啊，好似啊，我好記得啊，我啱啱喺新加坡翻嚟啊，即係十幾年前啦、啊，嗰陣時候咧，去咗新加坡做嘢5年啦、啊，咁啊喺嗰邊信大主。咁啱啱翻嚟嘅時候咧，咁咧就成個新加坡仔嘅碌啦嚇，即係咧嚇去親教會又著恤衫啊，見親啲親戚朋友啊，著恤衫西褲兼夾著皮鞋啊，你哋唔會噶嘛？香港人中意著咩鞋啊？有冇鞋噶嘛？係咪？新加坡人當年咧好中意，依家唔係啊！依家著咩鞋啊？你有冇去過新加坡？拖鞋。依家著冇錯啦，係嘛？師公啊最清楚啦，係嘛？喺新加坡20年，依家中意著拖鞋，但係嗰陣時候咧著著皮鞋。我啱啱翻到嚟咧，見啲親戚咧又著皮鞋，哇！啲親戚話：我有個舅父話啦，哇！乜你成個新加坡仔碌嘅，咁啊係嘛？十幾歲已經去咗新加坡，去咗5年做嘢，咁啊梗係耳濡目染啦。跟住啦，我話：哎呀，我啊，喂，點解聞到陣臭味嘅？我舅父話：我話係啊，我對鞋咧99蚊，係啊，咁啦，可能咧啲質地麻麻地啦。跟住我舅父講一句説話。呢啲鞋邊有人著噶？哇！我即刻咧，佢話我啊，其實我舅父咧仲係好有錢嘅啫。我啊，啲皮鞋啊，至少400蚊啦，意大利貨色嚟噶。呢啲膠鞋梗係著到腳臭啦，唔係人著。叫唔叫著啊？傲慢啊 ！OK， 又囂張又我狂妄。OK， 我唔怪佢啊，我唔怪佢嘢啊。即係佢唔知我窮啊嘛，喂，係咪啊？同埋咧，新加坡嚇，我覺得係魯莽多。魯莽 OK， 新加坡人基本上有樸素嘅係咪？阿施工啊，阿少年傑講啊，新加坡人冇樸素嘅，他對拖鞋咧就去咩啊？上飛機㗎啦嘛，係嘛 ？OK， 係㗎，你唔信啊？你問下佢哋啊，係咪？背心嘅喎，人字交通。人字交拖爭條孖煙通㗎咋 ，casual 到咁㗎，真係。OK， 嗱，講翻呢度啦嚇，狂妄啊。OK， 咁啊呢啲人會點啊？呢啲人咧，啊 ，Teresa， 麻煩你幫我讀啊。那撒謊的人情驕傲輕慢，出狂妄的話攻擊二人，願他的嘴啞而無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OK， 嗱，我哋睇到啦喎、啊，同樣用呢兩個字出現啦、啊、就係、是、驕傲同埋狂妄啊。OK， 喺詩篇咧31篇，呢個係大衛嘅詩篇嚟嘅。OK， 大衛咧就比阿撒母耳更加遲啦，係咪？佢寫嘅詩篇咧就講到啦，願他的嘴啞而無言，跟住啦。因為有呢啲人做乜嘢啊？攻擊異人，邊啲係異人啊？遵行耶和華嘅戒命 ，OK 律法嘅吩咐嘅人，喺嗰陣時候嚟講咧，嗰啲就係異人。當然依家我哋嗰個理解唔一樣㗎嚇，現代嘅新約嘅理解，但係啦，大衛所指嘅異人咧，就係呢啲遵從耶和華律法嘅人，就係異人。所以啦。約伯點解係義人啊？因為約伯遵從耶和華嘅吩咐，所以可以被稱為人。唔係話佢完全喎、啊，大家明白啦嚇？唔係話佢完全喎、啊，同我哋依家嘅觀念咧係唔一樣噶。OK， 當時啦，
就係啦，阿大衛咧就係啦，寫呢個詩歌嘅時候咧，佢就咁樣講啦。OK， 願他的嘴啞而無言啦。但係啦，一個 contrast 啊 ，OK， 一個對比係咩？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嗰啲係咩人啊？敬畏耶和華，投靠耶和華。神為他們積存，真是預備啊！預備什麼啊？恩典，人看到的恩典是大的。所以這裡說了，就是說人的行為會被耶和華去衡量，即是會被稱，OK，他的，OK，衡量，他的希伯來原文是Katan 的意思就是稱，等於審判，測量、稱和審判，當然是稱啦嚇。Be weighed， 我哋會俾神稱嘅喎，唔好以為可以亂嚟喎。問題係啦，我哋係咪一個義人啊？如果以阿大衛嘅標準嚟講，我哋有冇去遵從耶穌嘅吩咐，行耶穌嘅吩咐，行耶穌嘅命令啊 ？No。我喜歡怎樣就怎樣，我甚麼要跟耶穌所說的，我信了已經得救了，其他我都不要的了。 Wrong， 我曾經說過很多次，不是頭腦上面相信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呢關人鬼事的，是不是？ No， 為什麼？魔鬼都信耶穌 是真神的，但是魔鬼得不得救啊？不只是信就可以，我們要行的，因為行就是代表你信，是不是？你行的耶穌所吩咐的就是代表你信，所以不可以不去認識耶穌的話語，神的話語，因為我們的行事為人都會被神去稱 Be weighed、okay。咁當然啦，好嘅梗係有獎啦，係咪？頭先好似頭先啊詩篇裏面所講啦，唔好嘅會點啊？會受審判、受懲罰嘅。我唔係想嚇大家，這個咧就係聖經裏面嘅真理。這個咧就係我哋咧需要嘅。人做乜神都會請，係咪㗎？係㗎。神比我哋更清楚嘅喎，好多嘢係咪？我們有時忘記的，但是神會不會忘記？神當然不會忘記，是吧？神比我們高很多，他不會忘記的。所以 OK， 這裡說 OK， 我們大家一起讀好不好？箴言二十一章二至四節，大家一起讀，一、二、三。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行人越公平，比憲制更蒙耶和華悅納。惡人發達，眼高心傲，這乃是罪。OK， 嗱呢度咧其實好簡單啦嚇。有些人咧以為自己做得啱啦，係咪啊？自己眼中看為正啊。OK， 尤其是啦現代嘅人啊，嚇符合呢個世俗嘅眼光嘅話就啱噶啦，係咪㗎？唔一定嘅噃。因為跟我們的信仰有抵觸的話未必對的，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是沒有問題的， 不犯法的、合法的同性戀，是不是？吃大麻，美國現在加拿大，是吧？歐洲的地方，台灣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不是代表對？當然是不對，但人家是沒有罪的，是合法的。我們是不是用這把尺來去度？不是，我們是用神的話語來去度的。 OK， 所以這裡不要以為人眼中看為正的，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怎樣衡量？他的尺就是他的話語。所以王牧師，你經常叫我們讀聖經，是啊，我苦口婆心我都要這樣說的，因為很多人不熟聖經，所以他們做的判斷是錯的，用俗世的看法，用俗世的眼光去判斷教會的事，去判斷呢牧者所做的事，去判斷呢教會的政策，當然是錯的。
呢個係用嗰把尺，係用神嘅話語啊，作為嗰把尺啊嘛。我哋唔好懶叻噶，我哋冇得懶叻噶，我哋唔可以驕傲噶，我哋唔可以狂妄噶。啊，正如咧呢度講啊，自高自大噶，我哋唔可以囂張啊、傲慢噶。關人啊，唔得噶，唔可以驕傲啊。講個故事啊，嚇咁咧就話有兩個家長啦，就去參加咧家長會啦。咁啊 A 先生咧就佢太太啦，就平時咧佢嘅嗰啲佢個仔咧就啊，因為考試成績好咧，佢就周圍同人講嘅啊，用嘢咩啊？玉意是梗係亦叻啦，係咪？話自己啊嚇，點樣教啲仔女點好啊咁樣啊，都係我嘅功勞。跟住啦啊，咁啊，今次咁啊 ，B 先生咧亦都出席啦呢個家長會啦。咁今次咧就話 A 太太咧就出席唔到啊，咁咧就先生。咁啊 ，B 先生見到 A 先生咧，佢就問佢啊，即係反正你都想自己搞㗎啦，諗住啊。咁咧，我先問你啦，咁啊，阿 B 先生咧就走去問阿 A 先生，啊 ，A 先生好嘢啊，你個仔今次考試成績點啊？跟住啦 ，A 先生講啦，非常掂啊，今次我個仔成績啊，正正好就係可以塞住我老婆認叻嘅嗰把口，大家明啦嚇，即係好唔好啊？啲成績，冇錯，非常之差。OK， 驕傲認叻啊，自大啊。OK， 話俾人聽唔緊要，你將榮耀歸俾神，係咪啊 ？OK， 我哋有個恩典，我哋有個恩典係要同人分享見證啊，唔係要 show off 認叻啊。係咯，話俾人聽點樣勁，係要見證神。喂，你有好嘢，唔好唔見證神喎、啊。神唔知會唔會收翻嘅喎。神俾我哋嘅嘢，所有嘢都係有佢嘅心意，都係用嚟咩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咧，就係、是、去榮耀主咯。因為曾經講過啦，係嘛？被聖靈充滿係嘛？喂，聖靈嘅最終目的係做乜嘢啊？榮耀耶穌。OK， 所以我哋啊，得到聖靈幫助我哋啊，嚇得到任何嘢，聰明智慧都好。我哋榮耀主，或者我哋咧嚇小朋友啦嚇個學業成績好嘅，我哋榮耀主，唔怕話俾人聽，但係唔係 show off， 係榮耀耶穌。OK， 呢個先就係正確嘅觀念啦。好啦，跟住啦，第二點咯喎嚇，虔誠嘅會被高舉啊。好啦，跟住啦 ，OK， 阿 Teresa 麻煩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 OK， 這裡呢很明顯啊，就是啦，有分兩類的人，一類呢就是呢強勢的人，是吧？一類呢就是弱勢的人、啊、這個是一個他一個詩歌裡面的平衡的對比的表達方式，這個呢是呢希伯來人呢很喜歡用的一種的修辭和、啊、表達的方法的。好啦，我們先看看、啊、第四節那裡怎麼說呢，勇士的弓都已折斷，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OK， 呢個係一個對比嚟嘅，係咪？勇士啊，同埋咧跌倒嘅人咧，係兩類嘅人，一個強勢，一個弱勢。但係啦，點樣啊？佢哋嘅結局最後係顛倒嘅。點樣啊？勇士嘅弓都已折斷，好似呢個勇士咁樣啊，呢幅圖啊，折斷喎，即係仲有冇能力啊？去射人啊？冇能力啦。但係啦，跌倒嘅人咧，以力量束腰係咩意思咧 ？OK， 力量束腰啊，喺呢度咧，佢嘅意思咧就係、是、喺。舊約聖經裏面先出現嘅呢樣嘢，喺新約係冇嘅。通常咧，佢嘅意思咧，通常咧就係、是、啦，準備去爭戰嘅時候咧，啲人就要點啊？綁好條腰啦，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咧打功夫嘅係嘛？係咪啊？有條腰帶嘅係咪啊？係咪啊？阿華服專家係嘛？係咪啊？仙女係咪啊 ？OK 啊 ，OK， 有條束腰嘅，即係代表乜嘢啊？
代表有力量去準備 get ready。頭先嗰個嚇、啊、勇士啊嚇、啊、連弓箭都冇埋啦，但係啦弱者咧就成為咧有咧束腰嘅力量啦、啊，嚟去 get ready 做乜嘢啊？當然係爭戰啦。OK 啊，咁樣嘅意思嘅。好啦，跟住咯，我哋會睇到啦，喺呢度啊嚇，撒母耳記啊亦都有㗎嚇，要力量束腰啊，這個、呢個咧就係啦，喺全本舊約聖經裏面出現咗九次㗎。OK， 跟住啦就係話啦 ，OK， 我哋會睇到啦就係飽足啦。啊，飽足啦 ，OK， 對啦，求食 ，OK， 係一樣啊，反而咧就係要求食啊，即係話啦，本來好富貴嘅，點不知依家要點樣啊，乞食啊 ，OK， 點啊，飢餓嘅再不飢餓啦 ，OK， 弱勢嘅反而好啦、啊、跟住啦，唔生育嘅生咗七個兒子啊，多有 OK， 本來好弱勢噶嘛，係嘛？生了七個，七個是什麼？七代表完全啦，大家都知啦，係咪 ？OK， 多有兒女嘅反倒衰微，仲有啦，耶和華使人死，亦都使人活啦。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仲有啦，就係啦，藍色字呢度最後噶，貧窮咧變咗富足，卑微嘅變咗高貴。點解會有咁樣嘅顛覆啊？顛覆性嘅一啲結果啊？就是因為剛才我們看第三節的什麼那些人驕傲咯狂妄咯本來好的都變做不好的因為耶和華怎樣衡量人上帝會稱我們每一個 OK 也都稱這些人這樣所以會顛覆的結果會 OK 這首讚美的詩提到上帝抬舉弱勢的、啊放低咧驕傲不信服嘅人嘅，我哋喺神嘅面前啊，我哋行事為人係點啊？定係成日懶醒啊？人哋講又唔聽啊 ？OK， 我哋行事為人係根據聖經嘛，最重要係唔明白聖經又點根據聖經咧？都係嗰句嘅，係嘛？所以大家一齊努力啦。OK， 好啦，因為啊。人的行為都被耶和華去衡量被威了基督信仰是神和人的一個關係的信仰的我想強調而不是一個交易的信仰、OK? 我們跟一些呢、就是、世俗的一些宗教很大分別的就是去黃大仙去觀音借庫去呢泰國去拜四面佛那個是交易為什麼那些人走去拜他跟住呢是吧求他求佢啦，我想要咧，係咪幾多百萬嘅身家咁樣，我又真係得到咯喎，咁跟住會點啊？跟住要還神三身走禮，仲要揾埋裸女跳舞噶嘛，係嘛？我聽講話有啲啊嘛，即係咧許過咁樣嘢，拜我咁嘅願啊，許過咁樣嘅願啊，咁樣啊嘛，呢個係交易。但係啦，我哋基督信仰係乜嘢？係一個關係，我哋同神嘅關係係點樣？神同人的關係是怎樣我們說、哎、呀我跟神的關係很好啊不過聖經耶穌所說的有什麼都不做教會都不回聖經又不在土都不停是不是關係好啊當然不會是關係好啦是不是、啊、即好像我上一次都說哇如果你說、哎、呀我跟阿爸關係很好的是啊，我啊，佢去咗啊，佢去咗啊，佢翻咗大陸啊，嚇、啊！不過我同佢關係好好噶，我一個月同佢咧通電話一次，定係每個星期都翻大陸去見一見爸爸，同佢食餐飯嘅關係好啊！嗱，好明顯啦，係咪？老實講啦，夫婦關係都係一樣啊，係咪？以前嗰啲太空人係嘛，為咗移民啊，係嘛，做太空人嘅，以前嗰個制度。夫婦關係點啊？大家都明啦，離婚都唔知幾多啦，係咪啊？太空人點解啊？因為冇見面。弟兄姊妹，我哋有同神見面嗎？我哋定係我哋咧話講一套做一套，話自己咧嚇、啊、對神咧，即係咧神咧係自己啊，係嘛？好似頭先唱嗰啲歌咁樣啊。
神是我這身供應者啊，係咪啊？係我嘅一切，係咪 ？Jesus is my all in all， 耶穌係我嘅一切，係咪真係咧？係你係我哋嘅一切咧 ？OK， 神啊係會稱我哋噶 ，OK。嗱呢度咧唔係每個入世啊，神都會高舉噶嚇。呢度係想講嘅就係啦，去行神嘅真道嘅先至會高舉，係順服神嘅先至會被高舉嘅。我哋嘅生活啊嚇喺呢個咧一個時代，好多人咧只係愛自己嘅啫。啊，我哋自問一下咧，我哋係咪愛上帝咧？係咪？我哋咧會咧係愛自己，卻係忘記咗愛我哋嘅弟兄姊妹嘅。爱神的家，啊，未必是你啊！我哋自问我哋自己，我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哋要去反省，啊，我哋要去悔改嘅。就嚟过年啦，系咪？下个星期就过年啦，吓，年初一啦 ，OK。咁啊，年初一大家咧都要啦，年28就洗邋遢啦，咁嚟啦。当然啦，依家咧都唔等到年28噶啦，系嘛？边个已经开始洗邋遢噶？請你舉手 ，OK 有啦，係咪？我都開始啦，執緊嘢㗎啦嚇，啊已經咧佈置緊咧屋企嗰啲蓮花啊成㗎啦 ，OK。我想問啦，喺過年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啦，除咗咧即係咧嚇清潔啲地方啊，我哋咧仲有啦就係啦，好多時候最亂嘅係乜嘢啊？喺屋企就係自己個衣櫃。通常都上滿啫嘛，個衣櫃係咪啊？尤其是啊，唔定係姊妹噶 ，OK， 弟兄都係噶，成日上滿嘅。咁會點啊？每一年咧，通常啦，我唔知啦，你哋會唔會啦？我自己都會嘅，就係執翻啲舊嘅，唔重要嘅就攞去點啊？送俾人啦，多數都係啊，譬如嗰啲救世軍啊嗰啲啊，送都送啦，查到阿媽都唔認得嗰啲，仲有俗少少啊，嗰啲唔好送啦，係咪啊？俾都唔要啦，嗰啲咁啊抌咗佢啦。OK。當我哋去清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清啲最貴重嘅嗰啲嘢？唔會啦，係咪啊？唔會啦，點解唔會啊 ，Emmy？ 哇，大佬啊，我咁貴買翻嚟，我都唔係成張，成張咁樣啦。係啊 ，OK。嗱，我哋基督徒都係嘅，係咪？我哋生命裏面最貴重嗰啲嘢，其實我哋唔應該放低嘅，唔應該抌咗佢嘅，唔應該咧愛理不理嘅，係嘛？但係啦，人口裏説不，但係乜嘢啊？下一句咩啊？身體就最誠實啊嘛，係咪？嗱，我哋要反省嘅喎，係咪我哋口裏説不，但係咧身體咧係最誠實喎？行事為人咧根本咧都唔係愛上帝嘅，係咪？你玩得對崇拜上帝基本上都不在意的，是吧？話就話哦，好重要啊！啊，上帝啊，奉獻又不理嘅，見證耶穌又不理嘅，傳福音咧又不 care 嘅，又不關心，我不關心。我哋係咪咁啊？喺新嘅一年裏邊，我哋嘅需要咧，去咧再去啊 review 啊，定下我哋嘅目標咧，去更加去親近主，愛神更多。我哋行事為人咧，有冇照啊？耶穌的話去做啊！啊，呢度講到噶嚇，其實咧下文咧仲嚴重啊嚇，講得 OK。神稱我哋嘅結果係點啊？頭先講咗少少啦嚇，喺第三節，但係啦，第九同埋第十節點講啊？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一、二、三。耶和華必保護虔誠人的腳步，卻使惡人在黑暗中滅亡，因為人得勝不是靠著力量。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却要赐力量及他所立的国，高举他高立之人的国。OK， 嗱，阿哈拿呢个吓诗歌里边咧，就讲咗咧一个咧，就系啦，好关键一样嘢，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嘅脚步啊！虔誠人嘅就會 be raised 被高舉，啊，惡人啊在黑暗中啊會滅亡噶，因為咧人得勝唔係靠著力量，係靠邊個？要靠耶和華，唔係靠自己噶。
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華必打碎與他作對的人。哪些人是與他作對的？就是不虔敬的人咯，不虔誠的人咯，與他作對咯。不去聽耶和華，不去聽耶穌的吩咐的人，是與他作對咯。耶和華要審判地的四極，卻要賜力量給他所立的王，高舉他高立之人，高立之人的國。OK， 即是話啦，邊啲人係虔誠嘅，神咧就會賜福俾佢。啊，呢個咧就係啦，神嘅話語啊，話俾我哋聽噶，賜佢力量啊，俾佢咧作立嘅王。嗱，當時仲未有王噶嚇，係咪？哈蘭嘅時代咧，頭先講係士師嘅時代嚟噶嘛，仲未有王出現嘅。不過喺佢周邊裏邊咧都有啦。有不同的國家都有王，所以他就這樣說，而且是高立的，是什麼？ Anoint， 受高者就從這裡出來了， OK？ Anoint， 高立他的國，那個國是什麼？不是他那些，就是牛國，是那些吹的國，吹的國。OK， 詩篇第31篇這樣說的，18和19節，做神的。那撒謊的人請驕傲輕慢，出狂妄的話攻擊義人，願他的嘴啞而無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OK， 這個呢就剛才讀過了，讀完這個呢不如嘛。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OK， 神的話我們要經常互相勸勉，要大家要將神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們得罪神、遠離神。我們要做一個什麼合神心意的人， A person after God's heart 會被高舉。什麼叫被高舉？很多人不明白什麼叫被高舉，我們看看美斯就知道了，是不是？這個美斯大家都認識，是不是？係嘛？你有冇邊個唔識嘅美斯？係嘛？今屆世界盃裏邊登基做咗球王啦，跟住啦嚇，佢個好老友啊，將佢咧舉起咗，係咩意思啊？一切嘅焦點榮耀都喺曬佢身上，所以啦，虔誠嘅被高舉嘅意思就係咁樣。當然我哋唔係咧想尋求咧，係咪？好似美斯咁樣被高舉啊嚇？我們不是想尋求這件事，但是我們呢是尋求一件事，就是神不要懲罰我們，我們行惡神就會懲罰我們了。我們要做一個什麼合神心意的人， A person after God's heart。 大衛為什麼會在舊約聖經裡面呢唯一一個被稱為合神心意的？因為他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同樣我們都是，我們不是遵行律法，但是我們是遵行律法的精神和耶穌的樣子。耶穌是神， OK， 這樣才是合神心意。神會稱的，我們要行什麼討神喜悅？我們今年要定下為主定下什麼的人 的目標去行，還未定的我們要定，我們要去成日講啊，又係啦，為主而活，我哋係咪真係為主而活咧？定係咧？再問自己啊，其實我哋係為自己而活。口講係咁喎，逐啲講句大隻講口爽爽，係嘛？但係啦，唔係真係咁樣做。如果我哋真係冇做到嘅，我哋要認罪悔改啊！每一個人都要，包括我自己在內，做唔夠嘅。要繼續做。我曾經聽過一個牧師咧，喺一個報道會裏邊啊，培靈會裏邊咧，嗰陣時候當時有成5000人嘅培靈會，佢問啦，在座當中有邊個係忠心有良善嘅牧人？你估有冇人舉手啊？5000人，有人舉手啊？有幾個人舉手啊？竟然夠膽？跟住個牧師講乜嘢啊？佢話。對不住，我要講一聲，你夠膽舉手的話，你就是一個最不忠心又不良善的牧人。
因為講得出自己是忠心又良善，即係你又唔忠心又唔善噶啦，明唔明啊？佢嘅意思啊，即係你夠膽以為自己好巴閉？呢個咪傲慢咯，自以為自己做得夠，冇人係做得夠。弟兄姊妹，我哋咧要去到神面前啊嘛。今日啊，我哋嘅講題咧就係一把秤啊，撒母耳記上啊二章一至七節啊，兩點嘅就係行惡嘅。被神稱 be way， 虔誠嘅被神高舉嘅 be raised， be way， be raised。弟兄姊妹，你會點樣選擇啊？有兩點啦，有兩樣嘢啦，你要選擇第一點啊，定係選擇第二點啊？啊，正如老師所講啦，唔係得個講字啊，唔係大隻講啊，係要去點啊？去行。嗱，弟兄姊妹，盼望新嘅一年咧，我哋目標咧都係大家咧都係能夠咧去更認識啦神嘅話語啦，更能夠明白神嘅心意，以致我哋能夠行出上帝嘅心意。頭先我哋由開頭嘅開場白講啦，係咪喺第一次一月一號嘅嗰篇信息講到 ，full OK 善用時間 ，the will 就係咩行神嘅心意 ，the will of God， 仲有 feel 乜嘢？被聖靈充滿 ，fill with the Holy Spirit。讓我哋一齊有個禱告。我哋要主，我哋嘅神，我哋求你自己親自去幫助我哋。讓我哋咧，好似箴言四章二十三節裏邊直接翻譯出嚟咧嘅意思，就係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生命係由心而出嘅。呢個就係神啊，你嘅心意，我哋要保守我哋自己嘅心，係靠住咩啊？靠住聖靈同埋。靠住去認識神你自己嘅話語，因為呢個我哋嘅生命啊，係由心開始去建立出嚟嘅。求主嚟幫助我哋，去由認識神嘅話語開始，好讓我哋能夠唔偏行己路。我哋咧繼續嘅能夠咧去追求啦，成為一個咧合神心意嘅人。主啊，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得勝之名求。